啊，范范范，耶，范范，范范他不要，范范，没事没事。妈妈是超人三最后一集大集合，正当所有妈妈跟孩子都聚在一起时，突然出现陌生的布偶人，让胖胖的布布都吓到大哭。被爸爸吓哭了。就是爸爸，布布马上哭着撒娇。不过修杰楷可能要开始紧张了。来的布布一到现场，大林子立马上前牵着布布的手。我是大林子。那行，你确定要选大林子哥哥吗？他俩大林子哥哥。你确定了哈？住这个。你要住那里？好，那你带大林子去。你说我们去那里玩吧。就安静一点。就那你们俩住那儿吧。贾静雯，请采访一下你此时此刻的心情。我想去把我女儿带回来。别说贾静雯想把女儿带回来，如果是爸爸修杰楷看到，不知道会不会是大林子的醋呢？这样。